感谢主啊，这是第19次了，时间过得很快呀。我们这样一周一周聚下来啊，我们真的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基本的信仰啊，还有我们基本的操练呢，能够一点一点的进入。所以这个新人的这个座谈呢，主要是一面是为着我们对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就是基督徒该有的认识，然后呢，该有的操练。那么上一次呢？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要传福音，这是我们基本的操练。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主回来之前呢，都要传福音，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那么，那就问了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上个礼拜没有讲啊，这个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为传了福音要干什么？当然你说哦，传福音就叫人得救嘛，叫人不要下地狱啊，能够得救啊，能够得着永生啊，这当然是很好啊。但是啊还不够好。其实呢，传福音呢，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得着建造的材料，是要建造主的召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啊，给我们进入这个召会的真理。那么召会呢，其实就是一般基督徒所说的教会，英文呢就叫做 church 啊。这个圣经的希腊原文呢叫做 ecclesia。那 church 啊，这个或者是教会啊。特别是英文里面这个 church 啊，就在英语世界用的更泛了，甚至把那个教堂啊也翻成 church。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Sunday 啊，礼拜天要上教堂就是去 church。所以呢，这个就是把这个词呢就误用了。那所以呢，这个原先这个是和合本的圣经把这个 church 翻成教会。那现在呢，恢复本的圣经就把它翻成，还不光是恢复本的，还有啊，其他的一些版本呢，也把它翻成召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church 或者是希腊文的 ecclesia，它这个词的意思呢，是招出的会众或者蒙召的会众，是一个神呐、啊，从这个世界里啊招出一些人聚在一起，从这个世界里啊聚集啊呼召一些人聚在一起。那这个聚在一起的人呢，就叫做 church。就叫做 ecclesia，所以呢，比较好的翻译呢，就翻成召会啊。当然，你叫教会也没有问题。那么，因为什么？因为教会啊，这个翻呢，容易给人一点害意。就刚才讲了，有的人会领会成是个去教堂，有的人领会啊，是个教训人的会众，或者个宗教的会众。但是其实它的意思是招出的会众，或者是蒙召的会众。神从世界中招出一些本人，招出一些人来啊，归给他自己，聚在一起啊。这就叫做召会，所以呢，我们讲到召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一群的人啊，神救出来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那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啊，首先出现在是马太福音的16章，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呢，在16章啊，这个主就讲得很清楚，第一次提到这个召会啊，就讲到是主的召会，是主要建造他的召会。建造在哪里？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谁呢？磐石就是基督，还有关于基督的启示。这个召会，他要建造的召会是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所以呢，我们对于他所要建造的召会啊，就必须有认识啊。其实召会的真理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呢，很多基督徒啊，对召会的真理是比较忽略的，认识是比较混乱的。那我们说，问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基督是谁吗？你认识基督吗？他会说：“我认识基督啊，我知道基督是谁呀、啊？基督是主啊，基督是神呐、啊，基督也是人呐、啊，是神完整的神呐、啊，神的儿子啊，是完全的人呐、啊。这个都能说得好，都能说得对。基督是神而仁者。但是你问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召会啊？这个召会是什么？或者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怎么回事？那他就讲不太出来了，因为什么呢？他就觉得这个教会这个问题啊比较复杂，比较混乱。那这个比较复杂、比较混乱呢、啊？”是因为这个教会啊，在地上啊堕落了，因着这个堕落带来了一些分裂呀、混乱呐、复杂的一个情形。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因为啊这个分裂、复杂、混乱呢，我们就不认识这个教会的真理，回避教会的真理，回避这个教会的真理，那就错了。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啊，从神的话、从神的启示啊来认识啊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教会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今天晚上啊，我们就是下面的时间呢，简短的来把召会的真理啊，跟弟兄姊妹啊有个分享。那么召会的真理啊，主要是启示在以弗所书。
因为在圣经有一卷书叫做以弗所书啊，它的主题就是召会，专专的向我们启示召会。那么在以弗所书呢，他给我们看见召会的七方面啊，七方面。所以今天晚上啊，盼望每一个来的弟兄姊妹呢，都能记住这七个方面。那召会这个蒙召的会众到底是什么呢？绝对不是那个建筑物，不是那个教堂，甚至也不是一群呢、啊，仅仅是、啊、神召出来的会众。如果神召出来的会众啊，没有生命，没有变化，那么他也不能算作召会。那么照着以弗所书啊，他就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召会是什么呢？召会叫做基督的身体啊，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哦、啊，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万有中充满万有者是谁呢？就是基督。基督啊，在复活里，在升天里，他已经充满万有，他也是在万有中充满万有的。你看他何等的伟大呀，何等的浩大呀！他要得着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这个召会呢，就是他的丰满。所以呢，今天晚上第一个你要领会就是身体和丰满。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一讲到身体呢，你像我这坐在这里，我的身体跟我的头，基督是头，召会是他的身体，那就说出召会这个身体跟头啊就是一个，而且呢，身体也是这个人的一部分，所以身体也是基督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都是基督的一部分啊。这个不是比方，这一个是真实的一个事实。他不是说召会啊像基督的身体，而是说召会啊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啊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有一个身体，是个物质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呢，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然后呢第三天又复活了，他说他在复活里啊，他建造一个身体，是一个奥秘的身体。这个奥秘的身体啊，包括了千千万万相信他被他重生得救的蒙他重生得救的这些基督徒啊，古今中外，横跨跨越时间和空间，所有的信徒，这样构成了他这个奥秘的身体。所以一讲到身体呢，我们就晓得这个召会跟这个头啊是同一个生命啊，头都有什么生命，身体也就什么生命。而且呢，召会这个召会跟头啊就是一个，就是一体。而且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呢，就是基督的一部分啊，这个是非常宝贝的，是非常荣耀的。你想想看呢、啊，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基督爱你啊，就像爱自己身上的肢体一样啊，这个呀、啊，你都想象是何等的宝贝。我们的小指头啊，被一个什么小刀割一下，刺一下就痛了，那整个身体都痛了，感觉就痛了，头就会感觉痛了。这个就说了，我们这个身体受伤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的主啊，他会痛的，因为你是他身上的肢体。基督这个召会呢，是他的身体，而且呢，他也是他的丰满。这个丰满呢，就是他丰富的彰显啊。一个人丰满不丰满啊？我们说这个人很丰满，就是、啊、他吃了很多的丰富啊，吃了很多。在美国呢，很多丰满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吃了这个美国啊，牛肉啊，这个牛奶啊，这个鸡鸭蛋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成了这个身体的丰满。所以啊，我们这个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这个，是他的丰满，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吃基督的丰富，就成为基督的丰满，天天享受他，天天享受他。这些日子啊，我们弟兄姊妹每个周四做见证，就是见证什么？见证他们享受主的丰富啊！啊，借着读经啊、祷告啊、联络结合啊，享受他的丰富呢，就成为他的丰满，在他们身上、啊、就显出啊基督的丰满。这个是关于召会的第一方面，大家要记得是身体，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第二方面呢，是他在这个第二章啊，他是一个新人啊。这里说呀，在二章十五节说，基督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他里面，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所以这个召会啊，也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是团体的新人，是由两班人建造在一起而成的。哪两班人呢？一般是犹太人，犹太的信徒，一般是外邦人，外邦的信徒。这个犹太信徒、外邦的信徒啊，在基督自己里面建造在一起，创造成了一个新人。所以召会是一个新人呢，是一个团体的新人，
是由所有啊信他的人构成在一起的。那你说这个新人跟身体有什么不同呢？身体着重是生命的，新人是着重是人位的。我们是一个身体，就说明啊我们跟基督同有一个生命。那我们是一个新人，就是说出啊我们是都有只有一个人位，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人位。那么在哥罗西书也讲到啊，在这一个新人里啊，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利尼人，也没有为奴的，也没有自主的，也没有啊这个化外人、希古提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因为啊基督是一切，在这个新人里呢，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弟兄姊妹请听啊，这一个团体的新人里面呢，虽然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他自己里面创造的，但是在一个新人里面呢，就没有犹太人，就没有外邦人了，外邦人犹太人呢都不存在了。所以呢在这个团体的新人呢，就没有种族的区别啊，也没有啊阶级的差别，这个为奴的自主的，也没有啊这个化文化程度的差别啊。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这个种族问题啊，还变得很越来越严重啊，这个阶级的问题，有的有钱的没钱的，阶级地位的差别，这些呢都是在旧造里，在旧人类的东西，在召会里就没有这些东西啊，在召会里没有这个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说也没有中国人，也没有啊这个美国人。所以弟兄姊妹啊，在召会里就没有阶级，就没有种族，在召会里只有基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些人，你看我们在这聚会，我们用华语聚会，用华语啊来讲说主的真理，但不是，我们不是要建造一个华人教会。弟兄姊妹，在一个身体里，在召会里就没有华人，在圣经里就没有华人召会、华人教会这个说法。因为啊，召会就是一个新人，在这个新人里，在这个召会里，中国人也在其中，美国人也在其中，黑人也在其中，白人也在其中，这些种族的区别、文化的区别、教育程度的区别，在一个新人里都被取消了，都被除掉了，都被钉死了。因为啊，在这个旧人类里面的那些差异的东西啊，在一个新人里都去掉了。因为在这个新人里啊，中国人没有地位，美国人又没有地位，白人没有地位，黑人也没有地位，在这个新人里啊，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啊是一个团体新人的新人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在召会生活里不搞政治，我们在召会上不搞种族问题，我们在召会生活里也没有文化的差别，也你这个文化高也在召会里也没有地位，我们他的文化低在召会里也没有地位，你有钱在召会里没有地位，他没有钱在召会里也没有地位，我们在召会里啊只高举基督，只有基督有地位，基督是一切，基督是你，基督是我，基督有在你里面，基督有在我里面，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的人位。这就是啊召会的第二方面。弟兄姊妹请记得，是一个团体新人啊，这是第二方面。那么第三方面呢，也是在第二章，召会什么，他说召会是神的家，又是神的国啊。他这说呀啊，这样我们就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啊，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好多是移民来美国的，美国啊，我们来到美国啊，在外面看呢、啊，总觉得是外人，不是美国人。说回到中国呢，人家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回到台湾到哪里你都不说，你说到美国，在美国呢，人家你又觉得你不是美国人。弟兄姊妹啊，到底是哪国人呢、啊？说不清楚了啊。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寄居的啊，是外人。但是弟兄姊妹请听啊，你得救了，你信主了，你在召会里了，那你就是啊神家里的亲人，你就是啊圣徒同国之民。我们这个召会啊是神的国啊，也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什么是谁的国了？是神的国。哎，我们这个召会啊特别是神的国，神在这里掌权，神在这里管理，神在这里做主。我们在这个国里呢，有公义，有和平，有圣灵里的喜乐，这就是神国的特征。然后呢，它也是神的家啊，召会是神的家。在这里不光这里说到神的是神的家呀，在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刚读过的三章那里说呀，召会是活神的家哦，我们是活神的家人呐、啊，神是活的。神活，他有个家呀、啊，哎，你跟神写封信写到哪去啊？他有家，他有地址啊，他的家就是召会啊。
你要找神到哪去找啊？你不能到天上去找啊，你也不能到旷野去找啊。我告诉你到哪去找，弟兄姊妹，你要给你的朋友、福音朋友们讲，要找神呢，要到他家里去找。他家在哪儿啊？他家就在教会里。我告诉你，你到教会就找到神了，你在教会之外找不到神的，神学院里没有神的，找不到神的，他都是研究神的，但是神的家里有神，活神的家就是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教会是神的国，教会也是神的家啊，这是第二场。那不光是神的家啊，他还是神的殿，是神在灵里的居所。二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呀，这个在他里面全房连接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在他里面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所以这个教会呢，是神的殿，教会呢，也是神的居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教会里。神是住在教会里，神是住在他的殿里，神是住在他的居所里，他的住处啊，这个教会啊，就是他的住处。你看啊，我们今天住在哪里啊？今天神在哪里？神就在我们里面，神就住在我们的灵里啊、是我们是神在灵里的居所。你看呢、啊，我们一聚集啊，我们一操练灵，我们一祷告，一呼求主啊，你的灵、我的灵、众人的灵啊，就调和成为一灵了。我告诉你啊，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这就是教会的第五方面，教会是神的居所，也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居所，就是神居住的所在。那这是都给我们看见在第二章。那么到了以弗所说的第五章啊，我们更看见呢，当保罗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时候啊，他说到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啊，妻子要服从丈夫。他当他讲特别讲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他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啊舍了自己啊。你看呢，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啊，是一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一个新郎啊和新夫的关系。那这里讲到啊，基督爱教会，怎么个爱法呢？哦，他爱教会啊，比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做丈夫的爱妻子啊，爱的太多了。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太太啊，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啊，舍了自己的性命的。但是我们的主啊，他为教会，为他的妻子啊，舍了自己，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着救赎教会，是为着买教会回来。所以教会啊，是他在十字架上死啊，说买回来的。那么他在十字架上两千年前，他出了一个重价，出了一个高价，出了他的命价，出了他的血价。把他的教会，把你和我、啊、买回来。那么买回来之后做什么呢？他现在呢，正用他话中的水啊，洗涤教会，洁净教会，圣化教会。这个教会啊，原来买回来的时候啊，很多的污秽啊，很多的都是旧造的东西啊，所以他就在圣化教会啊，用他话中的水啊，来洁净教会。你看呢、啊，弟兄姊妹，我们，你觉不觉得，你只要爱主啊，你只要在教会生活里啊，天天呢、啊、享受主，读他的话。操练祷告，操练跟弟兄姊妹啊联络结合在一起，那你觉不觉得你现在更圣别了，更洁净了？我只能够见证啊，我们一天过一天呢、啊，我们被神这个话中的水啊洗涤啊，越来越洁净啊，旧造的东西啊渐渐的脱落啊，那个罪恶的东西啊渐渐在我们身上脱落，我们身上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洁净。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每周这个读经啊，每天的读经是很重要的。每天花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多一点时间，你在主的话上祷告导读享受。我告诉你，这个话读过了，你可能不能全部都记得，但是这个主的话里是有水的。哎，今天这个话，以弗所书讲得很好，神的话里有水，能够洗涤你，能够洁净你，能够除掉什么？这个除水啊，除掉你的斑点和皱纹，老人斑都会除掉的。皱纹都会除掉的。哎，这个真是有意思啊，话中的水能去掉我们身上的老人斑呢、啊、哎，真的，我最近我姊妹说，你看我这个脸是不是这个斑都少了？是啊，享受主啊，天天在家享受就是会除掉这个斑点的。但是你如果不享受主啊，这个老的可快了，我告诉你啊，斑点皱纹都会出来的，就很难看的。但是呢，这一般基督徒啊，外面呢好像在人也会变老，但是呢因着我们享受主啊，主的话中的水啊，洗涤我们，洁净我们呢，至终啊，除掉我们的斑点，除掉我们的皱纹，至终呢，叫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回来的时候啊，就献给他自己，
就可以他就可以迎娶啊他的新夫了。所以今年我们就是在一个洗涤啊洁净啊圣化呀、啊、除掉斑点呐、啊、除掉皱纹呐、啊、这个过程中，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他话中的水天天洗我们，天天洁净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上的斑点都会除掉，皱纹也会除掉，叫我们呢变得美丽啊。神的话是美化剂啊。今天这个世界的人买化妆品啊、这个其实啊他很傻的，那些化妆品呢其实没什么用的。今年我们的神的话呀、啊、是我们的最美的化妆品啊，最美的美化剂啊，最美的洁净剂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进入主的话，这就是召会的第六方面。讲到召会也是基督的心腹啊，基督心腹。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召会不光是、啊、基督的心腹，是爱他的，是蒙他所爱的，是他呀花了重价买回来，现在正在圣化，正在洁净，正在美化的过程中。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啊，也就是心腹预备好的时候啊，他要迎娶他的心腹。那么到了第六章啊，我们更看见了这个召会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哦，这个功用啊不光是为着基督的，也是为着对付啊神的仇敌的，是一个战士哦。召会啊是要征战的，是要打仗的。这个打仗啊不是跟血肉之人，跟这个血肉的肉身之人呢、啊、征战，这个征战啊是跟那个邪恶的属灵势力征战，就是撒旦和跟从他的天使，跟从他的堕落的邪灵乌鬼征战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召会啊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打仗，打属灵的仗，就是做团体的战士啊，对付神的仇敌啊，把仇敌啊踩在脚下，把那些邪恶的背叛神的邪恶的势力啊通通把它摧毁。所以啊这个保罗啊他这个领头的战士，基督身体中的战士，他说他去殉道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他的召会，也要有份于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好对付啊神的仇敌，好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好吧，好叫神啊，叫我们的主耶稣啊，不光是得着满足，更是啊，叫他的仇敌也能够、啊、对付到他的脚下。今天主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已经坐在诸天之上啊，至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等待他的仇敌啊，做他的脚凳。而他的仇敌啊，怎么才能做他的脚凳？是需要他的召会跟他配合祷告征战，把那些邪灵，把那些背叛神的乌鬼魔鬼啊，邪灵啊，通通对付掉。那这个征战呢，不是一个人的事，乃是一个团体的事，是需要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祷告啊，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配搭在一起啊，就能成为这样一个团体的战士，来对付啊神的仇敌啊。这就是召会的七方面啊，非常的丰富啊。我就简单的再把七方面呢说一遍啊，弟兄姊妹呢试着把它记起来。第一呢，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记住这个身体啊。第二呢，召会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团体的新人。第三呢，召会是神的国啊，神在这里掌权。第四呢，召会是神的家啊，这个神的家人呢、啊、这个家是着到神的家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亲人啊。刚才啊 Tony 讲我们呢每周都聚在一起啊，因为我们是神的亲，神家里的亲人。讲老实话啊，我们这些神家里的亲人呢、啊、比我们肉身的亲人、啊、更亲的。我们肉身的亲人呢、啊你的亲兄弟啊，亲姐妹啊，他没有进到神的家里，他没有啊得救啊，不成为神的家亲人，那个关系啊是没什么太比没有我们这样在主里面，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召会的家，这个神的家人呢、啊、这么的亲密的。所以啊，这是啊召会的第四方面，我们是神的家人啊，神的家人。第五方面，召会是神的居所，或者是、啊、圣殿，是神的居住的所在。第七方面啊、第六方面。召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是叫他满足的，他要迎娶的是他的妻子，是他的配偶，是他的心腹，是他所爱的对象。最后，召会是一个团体的战士。好，这六个方面我们记得，这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七个方面，召会给我们看见的召会的七方面，就是身体、新人、国家、居所、心腹、战士。这就是啊我们在以弗所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召会。所以呢，我们如果看见圣经所启示的召会，你就看见说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过程的中，至终主必定得着他的身体的建造。身体是着重在建造，一个新人呢是着重在成全，
然后呢，神的国、神的家人、神的家、神的居所，至终呢，他的心腹要装饰预备好整齐，迎接他的回来。他至终这个召会啊，也是他团体的战士，在地上啊，代表他对付他的仇敌，征战呢、啊，击败他的仇敌。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召会在神的眼中何等的重要啊！远远它的重要性、它的宝贵性、它的价值和它的地位，远超过我们所能领略的。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看见教会啊，觉得说要一面看见基督教分裂的光景，我们觉得失望。有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觉得哎不太像样啊，不太够不上标准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要看神照着他的启示，他正在建造的教会，他正在预备的心腹，他正在成全的这一个新人，这个团体的战士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凭着信心，照着神的启示来，有分于这个召会的建造，有分于这个新妇的预备，有分于完成这一个新人。弟兄姊妹，我们是照着这样的启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啊，你就会经历啊，我们的召会啊，一天过一天呢、啊，正在被建造啊，新妇啊，一点一点的就在预备装饰整齐啊。我们今天在这做见证，我们今天述说主的话，弟兄姊妹，其实就是一个建造基督身体的一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预备心腹啊，美化心腹啊，除掉斑点和皱纹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在这里都要有份，都要参与，一面是讲说这个启示，这个真理，叫这样一个意象成为管制我们的意象，就我们一想到召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身体，我们就想到新人，我们就想到神的国、神的家人、神的居所，我们就想到召会就说他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就想到召会就说他是团体的战士。哇，你想想啊，你越这样看见这个圣经所启示的召会，你在你的心中，在你的里面，这个召会的实际，圣经所启示的那个实际，就越来越多的在我们中，在我们的里面出现，也在我们中间出现。盼望我们呢，都在这里有份于这个基督身体的建造。好，我就啊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呢可以啊继续的有见证，有分享，然后呢真的是我们在这里，你做的见证啊，你传的福音呢、啊、你喂养的新人呢、啊、你见跟弟兄姊妹联络结合在一起啊，其实以弗所书啊就是这个，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这就是召会的建造哦，联络起跟弟兄姊妹联络在一起，这就是以弗所书四章讲到身体的建造啊，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这个话中之水，读主的话，享受主的话，仰仗主的话，洗涤我们，洁净我们，这就是预备主的心腹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做见证，我们做我们传福音的见证，读圣经的见证，祷告的见证，三三两两联络结合在一起的见证，牧养信的圣徒的见证，成全信徒的见证，帮助圣徒的见证，这些统统都是为着召会的建造，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也就是心腹的预备，也就是有分于神这个经纶，它的终极的完成，它的完成就是身体建造的完成，也就是心腹预备装饰整齐的完成，那个呢就会把我们的主啊带回来。好，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都在召会里，都在他的身体里，都在这一个团体的新人里，也在他心腹的预备中。阿们。